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又再度来到台北市的香港道地美食专家。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，哦，1976道地香港美食，刚刚我讲的没很标准。好，那这一家店在这边已经是一间老店了。好，那实名制已经扫过了。好，那这边就有这一家餐厅的说明，可以看一下。好，那价钱就相当的台北市的价钱啊。那因为最近花蛮多了，所以就点少一点。那我就决定点这个港式辣味饭。哎，师傅你好，新年快乐，好久不见了。新年快乐，哎。好，那我今天我就想要点这个港式辣味饭这边吃。好，哎，谢谢。哎，最近贵店又很火红了，常常上这个平面的媒体介绍。你是说你吗？比特邦的，比特邦。哦、，OK， 谢谢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上次吃过他们的粥是真的是非常的美味啊。好，那这边就是相当的港味啊。据说是这个东区第一间啊。好，那厨房都是透明的，所以说这个店家对自己的餐点相当有自信啊，也可以欣赏。好 ，OK， 好，再就等上菜。好好的，那这个就是1976年来台湾开店的这个香港道地美食。好，那现在就吃吃看啊。我今天点的是辣味饭，跟上次不一样。然后是太阳蛋，哇哦！好，冰柚啊，这应该是非常的港味啊。哦，这个辣味味道非常的香啊！据我妈妈讲说，这个好吃的辣味好像是要用高粱酒。好，相当的精致美味，然后这个香肠非常的香啊，这应该是腊肠，然后这个是香肠。哦，真的很好吃啊！啊，加上这个蛋黄真的是非常的棒啊！哇，后面这块好像非常的肥滋滋啊，肥滋滋、肥滋滋的哦。真的超肥，好，非常的赞哦。那就像我刚在影片开头讲的，最近这一家店在平面媒体上又频繁的出现了。好，餐点蛮用心的啊。除了小贵一点，其他就是用餐感受都非常的棒，服务也很好啊，而且店家对客人都蛮亲切的。饭也好吃啊。好，那非常非常的美味啊，所以当然是满分了啊，好假啦，好，真的很棒。OK， 好，我不是有很多这个香港的朋友吗？
这应该是很道地的港味吧，嗯。好，这个香肠真的非常的香，哦，非常值得吃。朋友啊，真的很棒啊。好，非常推荐啊，好吃又美味啊。好，再是这个白灼鱼片。啊，感觉是应该是蚝油哦。好，就这个很道地的港味啊。好 ，OK。啊，鱼肉很软嫩啊，然后配上这个蚝油，还有这个新香料、葱花、姜丝这些，口味还蛮不错的，蛮清爽的啊。好，刚那个辣味饭我觉得是满分，那这个我觉得是90分，嗯。啊，餐点都相当的高水准。好，再是这个老板刚有跟我介绍过的虾膏汤，完全就是这个，依照港式师傅的制作哦。嗯，哇，这个汤味道真的非常棒。虽然我并不很清楚这个膏汤的内容，但是喝起来就是非常香港的味道哦，好喝，好，很棒。然后这上面这个我认得了，那个韭黄，嗯，好，那就是感觉很道地的港味，然后师傅也很亲切，那我觉得蛮棒的，好，好吃。好，那我结账，谢谢。好，那东西都相当的美味啊。那刚刚师傅讲说这个高汤每天都现熬的，那蛮辛苦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东区的老店啊，口味真的相当的美味，好，尤其是这个粥啊，非常的棒，哦，很值得推荐呢。好，那好吃又美味啊，但是这个价钱就是台北市价钱，各位朋友可以参考一下。我觉得好吃就行了。那因为它在这个区域，所以价钱比较高一点是没办法的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祝各位朋友愉快一天，拜拜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永和的肯德基门市。啊，这是这一间门市正面的样子。好，刚刚还有阳光，现在就没有了。好，那就只能从外面稍微照一下这个门市的状况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围兜兜套餐了，要吃看看啊。好，再就开箱这个很有趣的围兜兜。好，我们请 N 嫂协助一下，打开。好，难得有小助手啊。好玩吗？好，试戴。你戴？试戴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嗯。啊，你戴。嗯。炸鸡围兜兜，食品级细胶，巴拉巴拉。那就祝各位朋友新年快乐。好，那今天就买这个围兜兜餐啊。2000。因为 N 嫂笑场，我们经典镜头再来一次啊！不要再搞了，我是要让大家笑，不是让你笑而已啊！French King。
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。那由于 N 嫂她一直不断的笑场这个桥段，我只好自己重来一遍啊，那就请各位朋友见谅一下啊。好，那我们终于这个买好这个围兜兜餐了啊，凡事还是要自己来才行啊。待会我这个炸鸡是咸的要死啊。Fried chicken! Yeah! 啊，不停的笑场，不停的笑场，这可是很严肃的啦，知道吗？傻言哥现在可是很红耶。好，再就是这个围兜兜炸鸡餐啦，然后上面有起司啊。哦、oh. ，哦，我把我自己搞得好咸啊！嗯，好，希望我偶尔学个别人，各位朋友会喜欢的啊。Fried chicken。好，算是这个新年特色餐了、啊。上面就是有这个 cheese， 然后还有那些它的新香料啊，然后还有这个围兜兜、啊，可爱吧？好，那就祝各位朋友新年快乐啊！好，那些 N 草就加入我早上买的肉酱面给我们家妹妹吃啊。做菜哦，做菜哦。你要学个撒盐哥，撒一下，嘴巴嘟起来，撒气死，没办法，气死，那是不是很好笑？超好笑的，没有表现太好笑。好，那是这个套餐附的炸物啦，因为我想说吃一个就好，因为我们家小孩要吃。然后再有 N 嫂出场啊，不管什么桥段都要忍住笑啊，观众要看清楚啊，是不是？真的太好笑了！地瓜球，嗯，因为他们的地瓜球很好吃，哦，所以又是满分了，不错，不错啊，那边就没有满分了，嗯，好吃，挺多的，嗯，这洋葱片好大，嗯，这洋葱片怎么大？嗯，好，啊，因为他讲说现场不能拍。然后现场不能拍，所以我们就带回家拍了。那稍微没有那么美观，就不好意思了。嗯，好，那就祝各位朋友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啊！嗯，虎虎生风，诸事大吉。嗯，发发发发发。嗯，画画画啊、嗯！下一个，我最帅。对，你最帅。我是不是也最搞笑？对，太搞笑。好，那就祝各位朋友新年快乐了啊、嗯！拜拜。拜拜。